yeah, I got the juice. We game cool, make them look like cool. Always play cool. That's the... Oh, okay.大家今天过得好吗？我今天 JY 来到国道三号，我前面就是南州交流道，来去全国加个油。那边新开的全国加油站 ，JY 也没来过，来去加个油一下。要开不开的，来加个油一下，掉头加油，全国加油站。哦，这边的加油站的为什么穿的这么夏天？鲁夫吗？海贼王系列吗？是转角转得出去吗？我这柱子踩在这边，你好，没有锁。好。阿嘉，工程整。工程整是。对。哇，你们制服这么帅气哦。他都目前的制服都是这样。这是海贼王系列吗？鲁夫。鲁夫哦。Info connection. Bluetooth connection success. 哇，你们这边我转得出去吗？当然，可能爱北部爱多一点一点。哦。哎呀，真的，怎么会？哎呀，怎么会做一个柱子在这里呢？设计没有规划好。哦哦哦哦！那个滤网拿不起来，要慢慢加。公里数要报给你哦，8802760，802760，嘿，802760。洗车的设备在这里，这个天气随时会下雨，就懒得洗了。汽油添加剂，20公升这么快，还没。啊，你怎么没有戴帽子？啊，因为我下来查账而已。哦。
啊，为什么有这一个？这个是牛场。啊？哦，等于油罐车要来卸柴油，要从这边哦。卸油的那个油桶都在里面。不是哦，怎么样子？哦。哎，怎么会坐在这里呢？通常不是都会坐在边边角角？哦，又来了，又有车子来了。哦，办公室这么大间啊！啊，流动式厕所。哦，新开的加油站啊，这么大间。啊，厕所在那边，这边没厕所吗？洗车，自助人工，自助的就两个岛了。啊！你们盖那么大间，结果厕所是货柜屋那一种的、喔？对啊，因为好像、还有地方还没有盖完，完全哦，要盖完之后才会再真正的哦一个厕所、啊就是。我想说，你们盖这么漂亮，这么大啊，怎么？啊、因为我们里面办公室有厕所，但是不可能让外界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所以就是那个只是临时的而已，然后在盖，那就很光阴亏啊。哦。要开，就是很多东西都还没有就定位，它就像那种滑轨啊什么的。就是说这个车，如果说你还对啊，而且这个对这边怎么会刚好一个柱子在这里？对大车就不是很方便，不是很友善。就是你们就是左边的油盖的，如果停那边的话比较麻烦啊，比较麻烦，有的会做拉式的那种。所以我们就是在评估这个区空间呐、啊。啊、如果说这个车停那里的话，我们的油枪就要从那边这样子拉过来，对啊，够长的，是够长的。啊，只是刚好车出去是可以出去，有的是那种三个轮子，怎么比较长的那种就没办法，就要倒车出去了，对对对对，就要在这边加，这样。冰淇淋，黑糖蒸奶。一枚哦，跳起来了。那你们这个怎么盖那么高啊？这个下雨天应该还是会泼进来了。对啊，所以这个屋子就满了。哦。这个再加满吗？还是这样就好了？我看一下，再满。再满一点，因为它有那个。那个没关系，可能就变成要慢慢加。我通常都会加到这里了。好。这样其实没有全满。因为那个油这样大概才九分满，对，因为它会往旁边这样流过去。哇，你们盖这个加油站地又这么大，应该花不少钱。就可能就便宜了，几千万这样子，然后六千还是八千万？这块地啊？对啊，六千八千哦。还有后面啊，便宜啊，之前应该是。以前下肯定都不觉得这边有什么、就觉得这边应该只是农业用地而已。对啊，对啊，这个还要另外再申请建地。建地，对啊。6000多，然后再盖。对啊。
哦，弄一弄也一亿了，对啊，也是一来一去的。所以公司就说，哦，我们这一站要回收，就是要算回收要50年啊。我说，哦，50年我退休了，那不50年，你哪杯剩给喝？要50年才会回本。哇，他很会算，就是这样讲。50年后会不会变成电动充电站啊？哎、好像有评估说这边要什么，又要因为空地大嘛，说要什么要给特斯拉的一些去也有啊，前面台场好像有一些特斯拉的哦，就是特殊的什么充电的对，那都规划了。因为50年后可能油车都搞不好都消失了，对啊。现在这种连接大车也有电动车了，是的，特斯拉有出啊，只是没有普及了。以后的啦，以后的趋势。嗯。50年才能回本哦。哇。要再加吗？要加公升整。那你刚好加250。250很难听，250。250。好哦，漂亮。我盖就好了，我盖就好，这个很脏。50年，250，50年我也搞不好不在了，50年。好，谢谢。哎，没有，我用盖章的。不是，那个化学原料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好，这个加油站要1亿，买地要盖这个要花1亿啊。好 ，OK， 谢谢大家收看，好，咱们下次见，拜。Feel so lucky.